工作忙碌，但还是不时会与粉丝分享生活点滴。他五日就发文透露自己口腔上台后方突然莫名疼痛，但因为都在拍戏，所以他强忍着不舒服，一直到工作空档才去看牙医。没想到到诊所照完 X 光后，却意外被牙医告知他正在长智齿，让他听了幽默个粉丝们说不要笑，就还在登短郎，并哭笑不得直呼以后请叫我少女吧。医生表示，因为智齿想要生长，会让牙边肉变软，才能让牙齿冒出头，所以才会导致豆花妹牙肉不舒服。而牙医也告诉豆花妹，不管要拔掉还是放着它生长都可以。虽然不急着做决定，但她却已经在心里想好，等到戏杀青后再去拔出这颗乳牙大小的智齿啊。